很荣幸您还记得我，直接叫我温晨就好。二少爷吩咐我接您去会场，请上车吧。二少爷在一小时前就已经先到会场接待宾客了，所以才不能一同来接您。其实您不必过于焦虑，二少爷虽然行事洒脱不羁，但却很有分寸。我相信，他既然邀请了您，肯定是有非您不可的理由。所以，我觉得比起烦恼这些，您或许可以试着期待一下，比如，二少爷今晚的装扮。因为这次出席的活动较为正式，所以二少爷的西装上特地绣上了陆家家徽钱交破云。没错，就是您说的这样，钱交破云寓意是水中蛟龙终将腾出而上，冲破云层，翱翔天际。这是陆家先祖对族人的祭愿与勉励，事实证明他们做到了。是二少爷让我找机会告诉您的。一个小时前，二少爷曾坐在您现在的位置上，说已经迫不及待想要见到您了。请在休息区稍等片刻，我去替您办理入场手续。
陆景和，他算什么？轮不到他来指手画脚。慈善拍卖，不过是想要笼络人心而已。不学无术，哼，简直荒唐。那小子还没出生前，我就在合印了，有什么好怕的？律师，手续已经办好了，我们可以进去了。刚才的事您不必介怀。我没听到具体的内容，但大概能猜得出来。这种事二少爷早已司空见惯了，所以您也别太往心里去。二少爷就在那里。喝酒不谈公事，这份收购案我是不会看的，你直接走程序提交给合印的资本运营部吧。毕竟光凭这几页纸也无法厘清税务风险，到时候要是真出了事，你觉得自己担得起这个责任吗？都散了吧，我有位重要的客人要招待，少陪。
景和呀，你还记得我吗？啊，您是？哎呦，你怎么连我都不记得了？小时候我去你家拜访的时候，还帮你换过尿布呢。还有我，我是你张阿姨呀、啊。你刚学会走路那会儿，总喜欢追着我到处跑。您好。对了，景和，阿姨家的女儿与你岁数差不多，什么时候你们年轻人约着出去玩玩？你看，这些都是她的照片。我不。您就别凑热闹了，我前些日子才听说您家的女儿刚和学校里处的对象分手，现在上赶着介绍，万一人家旧情复燃，岂不是伤了咱们景和的心吗？景和啊，张阿姨家有位侄女，小时候还和你一起抢过奶瓶呢，算是青梅竹马，要不改天聚聚。青梅竹马，那时候这俩孩子才多大呀，谁会记得谁呀？谁说不记得了，我家那侄女还给景和做过应援牌呢，你瞧我都带来了。姐姐，你可真过分，刚才就光顾着看热闹，居然都不来帮我。怎么了？看到有人给我介绍相亲对象，你不高兴了？这家阿姨和那些居心叵测的生意人不一样，虽然功利性很强，却又格外坦诚，以至于一开始我都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好，倒不是真的对所谓的相亲对象感兴趣，不过好在最后我还是说服了他们。我说呀，我已经有喜欢的人了。你看，他居然回应我了。饿了的话，那就喂饱他吧。那我就和你共存亡呗，这些是我们两人份的，看在我忙了这么久都没吃上一口饭的份上，你可要陪我啊。
不用怕，我在这里，小心别踩到那些碎片。请各位稍安勿躁。备用电源马上就开启，还请待在原地不要动，以免发生踩踏事故。这次是我们考虑不周，作为主办方，我代表合印，向大家表示诚挚的歉意。文臣，通知合印的后勤部门，让他们准备一些慰问礼，之后送到这些宾客家里，以表歉意。然后就是，赶紧去检查一下这次拍卖会的。怎么回事？没事，没多大力气。还愣着做什么？赶快拿毛巾过来。文臣，你打电话叫急救车，再通知酒店的医务人员过来。是，二少爷。小陆总，您可真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呀。方总，别来无恙。陆景和，他算什么？轮不到他来指手画脚。慈善拍卖，不过是想要笼络人心而已。不学无术，哼，简直荒唐。您居然还记得我，真是让方某也倍感荣幸啊。方总言重了，您是合印最看重的合作伙伴，记得您是理所当然的。这次酒会是我考虑不周，希望没有影响到您的兴致。哎呀，客气了客气了，这种意外谁都不想的，人没事就好。您说的没错，抱歉，我接下来还有别的安排，就暂且失陪了。希望您能好好享受接下来的拍卖会。
啊，那是自然的。不瞒您说，这场拍卖会啊，我可是期待很久了。去楼上的客房。去楼上的客房处理一下衣服上的污渍。怎么了？替换用的礼服我已经事先放在房间里了。如果你不习惯穿别人准备的衣服，房间里还有清洁剂，可以洗掉裙摆上的那处污渍。哦，对了，我还让人准备了些吃的，你可以先垫垫肚子。知道。像这种纸醉金迷的名利场，每个人都有欲望，只要有欲望，就会通过追捧或诋毁满足它。表里不一的人其实挺常见的，即便是我，在别人面前与在你面前，也不会保持同样的态度。不用担心，正因为他们拿我没办法，才会在背后偷偷摸摸地嚼舌根。即使内心再不服，还是得耐着性子巴结。这么想想，心累的憋屈的反倒是他们而不是我，对不对？只有待在你身边时，我才会觉得放松些，因为你的眼睛告诉我，你对我并无所求。可我有些不确定了，这种别无所求对我来说究竟算是好事还是坏事？是不是不该在现在的场合下说这些话？总，麻烦您能否借过一下，我得给这间房里的客人送些东西。啊，你是指我背后这间房吗？是的。哦，那就先给我吧。可是刚才拨打客房服务的是位女士，请问是您认识的人吗？他是我的朋友。这间客房本身就是以我的名义订的，不放心的话你可以回去查一下。那好吧。
哼哼，麻烦你了。等，轻点，啊，还是算了吧，别碰那里了，啊，那好吧，听你的，但你回头可得补偿我啊。被你发现了。你饶了我吧，姐姐啊，这次是真的疼了。那个，是不是打扰到二位了？知道打扰还进来？可是二少爷，您门没关严实，在外面都能听得到您的声音。好听吗？为什么不帮我把门关上？因为我有事要找您呢，二少爷。和您猜的一样，的确有件拍品在刚才的骚乱中被偷了。哦，哪一件？那根玉簪。什么？为什么偏偏是那一件？文臣，我们先前给酒店报备了包括过敏源在内宾客的健康状况，有查过相关工作人员吗？查了，通过监控录像已经初步筛选出了一名形迹可疑的服务员，虽然他表现得很心虚，但当时正好停电，没有拍到偷窃的关键证据，所以他还是矢口否认。二少爷，需要直接报警吗？不急，重要的是先找到拍品，不能影响到之后拍卖会的进程。你想先回去吗？那好，文臣，麻烦那位服务员过来一趟吧，我们亲自问问。请坐。不了，我站着就好。也行。首先自我介绍一下，我是和印的执行总裁陆景和。旁边这位是我的专属律师。
时间紧迫，就不和你多客套了。我只有一句话想问你，那根玉簪被你藏在哪里了？我真的不知道，那根玉簪不是我偷的呀。怎么？你说不是就不是？你以为我会信吗？现在玉簪被盗，拍卖会迫在眉睫，总得需要一个人来背锅。正巧你的嫌疑又最大，你不觉得比起费尽心思去寻找真凶，让你坐实这个罪名，会更加简单吗？什么？我调查出真相的话，偷东西的人会判多久？真可惜，我本来还想尽可能从轻处理呢，这下子看来，凶手是要直接在监狱里养老了。别呀，陆总，我交代的话，真的可以从轻处理吗？我有必要骗你吗？我再问你最后一遍，那根玉簪被你藏在哪里了？这根玉簪是假的。假的？这怎么可能？我偷到手后就直接藏起来了，谁都没碰过呀。我之前忘记问了，你为什么会想到要偷这次的拍品？这里往来的宾客非富即贵，趁他们不注意，偷个首饰或者钱包都会稳妥许多。没有特殊的原因，你不可能会想到这种铤而走险的方法。是谁指使你这么干的？什么谁啊？没人指使我呀，我就是自己想这么干的。或者还有种可能，这件拍品从被送进酒店的时候就已经是假的了。我怀疑他们这次的目的不是想偷窃拍品让何印出丑，而是要让何印摊上更大的麻烦，比如高价拍卖赝品来做慈善。要知道这可是违法的。不是我呀，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啊。那是谁？我早说了，事态早已不只是盗窃那么简单了。你现在的嫌疑最大，如果你还坚持要包庇幕后主使的话，
那就必须付出相应的代价。这根玉簪可不便宜，到时候你不仅要面临牢狱之灾，还得偿还巨额债务。那我想清楚了，为了这么一个毫不相干的人，你真要毁掉自己与家人的后半生吗？我都说是方总，是他让我这么做的。方总？你怎么会认识他的？先前我被其他顾客刁难时，他帮我说过话，所以这次他找到我时，我也能帮则帮。而且他说不管成功与否，都会给我一笔丰厚的报酬。我想着偷东西最多也就拘留2天，有钱拿的话其实也没什么，就所以为什么是这根簪子？因为方总告诉我这个好拿，别的东西都挺大件的，这个随手塞口袋里就行了。那你可真会挑。不要报警，让他照常回去工作。至于这根玉簪，放回他该在的地方，拍品被盗的事不要外传，就当没有发生过。被你发现了。没错，所以我猜方总本来就准备卖了那名服务员，拍品被盗又失而复得，这样他就有理由当场发出质疑，在众目睽睽之下见证何印的丑闻。事后只要将手里的真品交给别人背锅就行了，他有的是钱，总有人愿意干的。只能说他偷得太巧了，换作是别的东西，我还真就未必能这么快看出来。难道你现在最该好奇的，不是我为什么将赝品放回去吗？或许我正准备知法犯法，试图瞒天过海呢。果然，你永远不会让我失望，就算我让你失望了，你也不会。其实那位方总在我哥在任期间还挺老实的，我知道他心有不服，但还是没想到他居然会玩得这么大。看来在他心里，
我是真的不如我哥。我的确是不如他，如果是他的话，估计早就留有后手，会在不经意间就将危机摆平。但我这个人就比较差劲一些了，比较喜欢用一些特别的方法来解决问题。我感觉有些累，就这么休息一会儿吧。不好意思，让大家见笑了。在拍卖会前，方总曾向我表示过，他对这根玉簪很感兴趣，于是我就提前借他欣赏了一会儿。后来一时间忙忘了，就没有及时要回来。怎么了，方总？请归还玉簪吧。虽然我知道这次您是势在必得，但也得走一下正常程序啊。我不懂你在说什么，什么玉簪，我连碰都没碰过。方总，您这就不厚道了。小陆总年纪还轻，资历也浅，您何必在这种场合下逗他呢？王太太，这是什么意思？好了，方总，您就别在我这儿装了，把我和小陆总一样当小孩呢。您刚才在洽谈生意时，不是接了个电话，然后就顺手把玉簪放进文件袋里了吗？怎么会？这不可能啊。您还记得先前那位被送去医院治疗的女孩吗？这位王太太就是她的母亲。为人父母，估计也是想替自己女儿出口气才会这么说的吧。这得多谢那名服务员，是他假意向方总报告情况时找机会偷偷放进去的。作为交换，二少爷同意不去追究他偷窃拍品的责任。
有件好消息我忘记告诉各位了。方总先前私下和我沟通过，准备以高于起拍价10倍的价格拍下这根玉簪。这些钱将全数捐给贫困山区的孩子，这份热衷于慈善的心值得赞扬。等等，我从来没说过这种话，10倍，开什么玩笑？而且，这个玉簪分明就是假的，凭什么让我花那么多钱啊？假的？这些拍品都是请专业机构鉴定过的，方总是怎么一眼就看出它是假的呢？对呀，方总，我认识您这么多年，都没听过您在鉴定方面有造诣。哎，那名服务员好像知道些什么，不如叫他过来一起问问。这王太太，您说笑了。方总什么身份？怎么会认识那个服务员呢？对，小陆总说的是。不过方总，您就算再喜欢这根簪子，也不必故意找理由藏着掖着吧。正大光明走个过场，让大家都开开眼界，岂不是很好？您这么德高望重，在业界也是享有盛名，我相信不会有人同您争的。小陆总这话说的也的确在理，这次是我考虑不周。其实啊，我也对这根玉簪情有独钟，但总不好夺人所爱。方总，10倍的价格拿下，既成全了你自己，也是为慈善事业献了份爱心，一举两得，何乐不为？您是在看二少爷吗？我刚才去找二少爷的时候，听见这位王太太好像是在说亲。她的女儿醒来后知道是二少爷救了自己，似乎是对二少爷一见钟情了。应该是喝多了吧。二少爷酒量不错，但他刚来时就喝了不少了，还是混着喝的。再这样下去，二少爷估计要醉了。二少爷每次喝醉，隔天都会头疼得厉害，所以他很少喝酒，这种场合下也是迫于无奈。
其实，二少爷还有件事一直瞒着您。那根玉簪，二少爷之所以能够一眼就分辨出真伪，是因为那原本是他准备送给您的礼物。这是二少爷亲口说过的。哦，这些就是这次慈善拍卖会筹集到的备选拍品吗？这根玉簪还挺特别的，簪子青丝长发。文臣，这件拍品就不用再筛了，直接安排进拍卖会吧，我准备要了。是，二少爷，我这就去安排。平时送这类贵重的礼物他肯定不会收，但这次是做慈善，他没有理由拒绝了吧。这场拍卖会大家关注的重点并非拍品本身，所以少一件东西其实没有那么大影响。二少爷之所以这么生气，一方面是因为方总不仅针对他，还针对上了何印，另一方面就是原先的计划被打乱，二少爷有些烦躁吧，不然二少爷不会喝这么多的酒。慢着，就算有再重要的事，必要的礼节还是得遵守吧。这杯酒我既然都敬了，如果小陆总你不接，那这位搅局的小姑娘可得替你接了吧。也是，您说的有道理。不错，那我就暂且失陪了，祝你们接下来谈得顺利。即便您不敬这杯酒也会顺利的。这可不像是你的作风啊。你还观察得挺仔细的。这也没办法，毕竟我刚才在拍卖会时的举动也算是起到了杀鸡儆猴的作用。那些心中无愧的人自然是想要表明立场，而那些只敢在背后嚼舌根的则是担心往后会牵连自身，急着想撇清关系。
没了，只需要等待散场就可以了。后续的拍卖流程会有专人处理，用不着我插手。这种话可不像是你会说的。哦，难道你是一杯倒，已经喝醉了？我还真是受那群大叔的欢迎。我这个人吧，其实非常听劝，尤其是听你劝，所以我们逃吧。那你现在会后悔跟着我一起跑吗？现在清醒，是不是还太早了？今晚才刚刚开始，我们还有机会去任何地方，创造更多的回忆，逃离所有规则的束缚。只有我和你。严格来说，这座庄园其实是包含在游乐园内的产业，只是平常并不对外开放，属于私人会所。嘘，看破不说破。陆总，您等等，走之前能不能给我两三分钟时间？我这里有笔投资。说什么呢？陆总那么忙，你怎么要求那么多？陆总，您这是要去哪里？我开车送您，路上我们再好好聊聊，行吗？还真追上来了。
没这个时间。走吧，我知道一条密道，带你躲过他们。既然这样，那不如我们就扮演到底吧。看着我，自信一些。不行，她是公主，那我就是王子，她的手只能我来牵。凭什么？你又没有冰淇淋。但是我有钱啊，别说是一根冰淇淋，就算是一车冰淇淋我都买得起。一车冰淇淋？我后悔了，不能让那么多人看见你。走吧，我们去买冰淇淋。居然连根冰淇淋都送不起，总觉得自己好像输给了一个小孩儿。那份心意，听你的语气，指的好像不是冰淇淋的事。玉簪的事，温辰是不是告诉你了？
是这样没错，但是我可不是因为这件事才会和那个小孩较真的，我只是吃醋了。知道我为什么没有告诉你这件事吗？不是因为羞于启齿，而是因为没必要。我已经变相达成了这个目的，不需要那根簪子了。温晨说，大家关注的重点不在拍品本身，是因为他们大部分人都是冲着我来的，我才是那场拍卖会被摆在众人面前最有价值的拍品。别走神，我还没说完呢。当时你鼓起勇气将我带走，也算是某种意义上的竞拍了。所以现在我也代替那根簪子属于你了。怎么样，要不要来一根？开展副业而已，那天没能如约送你冰淇淋，今天我就来兑现自己的承诺。对了，我特意让他们定制了一张 VIP 特权卡，以后你随时都可以去光顾，还是连锁的。将冰淇淋车开到小区里，这种行为是不是很荒诞？我也是这么觉得的，但就算再荒诞，也还是发生了，不是吗？只要我希望能够办到的事情还有很多，接下来还会带给你更多独一无二的经历。夜晚虽然不会因为谁而延长，但新的夜晚总会如期来临，我们就一起期待吧。